来看一下这一题。他说有一个三角形，它三边长是16、28跟 x 减3，所以他要求 x 的范围，就是把16加28一定会大于 x 减3，然后28减16一定会小于 x 减3。他就先写这样，然后把13往右边还有左边丢，就各加。等一下，题目是什么？有题目就是有一个设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为16、28 x 减3。嘿，哦，为什么你这题那么简单？对啊。啊，然后把13往右边还有左边丢，就会变成x 小于57大于25。好了，有问题吗？谢谢。